大橙子妈妈回来了。待遇这么好，你按门铃了吗？刚上来就开门了。水果。咋这么多样呢？别人送给我的。我去售后去了。爸爸，这肯定你给我买的。完了，这给我的。上佛堂了。啊，上佛堂了。音响有问题，我得调试调试。好沉呐。姑娘，这两天又有水果带了。我姑娘每天上学都得带点水果，这我给她买的香蕉、苹果梨，苹果梨就剩这一个了，家里面。你这今天没上外地啊？刚才我爸送消息回来了，我还寻思你还在外地呢。上课堂整不完了，得给爸打电话。我想吃肉。吃呗。姑娘啊。这屋里面热，你刚才穿背心儿，我让你穿个线衣，你又把这个棉衣穿上了，你是要干啥呀？没暖气了啊！没衣服了。柜里头有线衣，新给你买两套，你不穿？那线衣太热呀。这啥饼？糖饼啊，妈烙的吧？没有馅儿的，在店里面烙完之后，我跟我小妹儿打包点拿回来的。嗯。那有点辣呀，这蒜还没太腌透吧？嗯，这是我妈拿过来的。这汤就是这些了吗？嗯，那我都吃了啊。你两口子闻味来的吗？我是在楼道里闻到蒜苔味的，是吗？不是俺家炒的。那啥呀？大橙子刚刚上佛堂拿来老多水果了。他去售后了，每次售后都拿回点水果，正好今天拿回来了，你俩来了，赶巧了哈。嗯，啥呀？哪儿呢？翘翘刚才扒个柚子，回去吃。这是什么？蒜茄子。你家没有啊？俺家可多了。那味儿不一样。都是妈家腌的。嗯，找事儿你。大家。啊，我闻到柚子味儿了。我扒的，我想做那个做什么？我想把那个底下。先把柚子拿出来，就让这个壳。做帽子呀？不做帽子。还做头盔。做碗儿。做碗儿，对。啥也不做帽子，不做碗儿。他来，来，他你过来，来。那啥呢？你家这长啥条件呢？哎呀，这衣服太薄了。真快长的。真要干过我了，那时我欺负他，他妈就说不用你搁这等两年，孙子，这是两年的事儿。不是，对不起，人两年超过你。小学毕业以前比你高啊。能干过我？嗯。还有一年呗。一年半。姑娘使劲长个啊，超过小姨个妈妈。我想，我寻思要是超过小姨呢，我寻思他妈也半斤八两。都一米多大个儿。就是谁两米一个试试？姚明，咱们不行。是两米还是一米九？两米二六。两米二六呢？最近说两米二五。咱们在他跟前就是小鸡子。那完了。就跟萌萌一样，就看萌萌一样。哈哈，了一个个。看我手身多高呗？比我手还高。这什么概念吗？这。就你有下路哟！看我家厨房这灯，本来大橙子买了要安上来，哎，结果安不上，哎，又去换了，哎，还没给邮回来呢。哎，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拍照片给客服，我说你看我家灯啊，我想买一个600×600，能不能装上？能，你拍吧。没有事儿，咔咔咔我就拍了。完到时候一瞅，我一拆开，这灯这块它有个横梁，轮毂架。哦，那有吗？都有，这每趟都有一张轮毂架，嗯，只能用300×600的，300×600，这块安一个，这块安一个，或者并排安一个也中。嗯，这对不起，你退货吧。我说线都绑了，那也得给你退。我也会走。这模特呢？没穿鞋，穿鞋鞋都摔掉。